那个也是很小小的工作室，然后变成黄金印象馆，然后之后变成大概二十来个人，哇，经过数位化，反正辗转现在又变成两个人、三个人，这个说起来人生也是很奇妙，高山低谷都走过，但唯一会觉得说不一样，就这个体验，多结交这么多的朋友，是所谓社团有一个。真正的开始啊、我的过去，我这个做影像，所以做一生从十五六岁开始做，我大概从来没有社团的这种所谓的关系。我觉得我光拍人像其实说美嘛，当然大家都喜欢啦，都会开心啦、但如果你看到是生命的美呢我那个滋味就更加屌的啦，就刻画得更深啦啊，咱在这。哎呀，咱这叶大哥嘛是呢，那两个吼，完了感情都好，我们这里好几对都感情很好。